龙哥眼眶泛泪，是不是？我爸爸要来给我送花了。谢谢。龙哥要说几句话吗？谢谢那么多拿铁，我刚刚看到前面这一区，也谢谢我们今天这边的主人小刀，祝福小刀，也希望你们的梦想能够成真，更祝福我的宝贝娜娜。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认为拥有兄弟姐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也希望让我的妹妹上台跟我一起唱这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歌，因为我们俩今天特地弄了一样的头发。我欢迎欧阳弟弟。大家好，我是欧阳弟弟。对，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呢，我就说要不上来跟我唱一首歌，然后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家的人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他成年的时候有的一首歌，对吧？就今天的分享会，我们的小聚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重要当然要谢谢我的拿铁们，特别感谢你们的到来，然后主要是知道很多的你们都是从不同的城市来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见面，对不对？对，好的好的。我爸爸要来给我送花了。龙哥，龙哥，好，可以了，谢谢。龙哥要说几句话吗？也谢谢那么多拿铁，我刚刚看到前面这一区块，也谢谢我们今天这边的主人小刀。他是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得出来，他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跟理想，希望把这个荒野之国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带来欢乐。祝福小刀，也希望你们的梦想能够成真，更祝福我的宝贝娜娜今年的巡演能够开始，也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接下来邀请我90几岁的爷爷上台。不用一直听年龄，因为我们家爷爷看起来很年轻嘛，对不对？朋友，晚安，大家好。四川话。大家，参加这个晚会，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送给我，谢谢。